现在几点？现在一点。我终于可以吃晚饭啦！本来可以更早吃的啦，后来因为拖时间嘛，拖了20分钟。谢谢高雄，大家辛苦了，尤其谢谢观众朋友，谢谢你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一点。我终于可以吃晚饭啦，本来可以更早吃的啦，后来因为拖时间嘛，拖了20分钟。好，到熊仔，再到左边。我说你在笑我，他也说哎呀，就比耶就比耶，哎，3、2。吃完了，终于要回去睡觉，是啊，不对，他先洗澡。啊 ，Anyway， 谢谢高雄。大家辛苦了，尤其谢谢观众朋友，谢谢你。